推出最新手机却陷入缺晶片的窘境。市场传闻，为了把晶片优先让给 iPhone 13使用，过去两个月把 iPad 产量砍半，显示全球晶片供应吃紧，对苹果的冲击比先前说的还严重。部分的 iPhone 的机种其实跟 iPad 它里面的那个用料，它里面的这上下游供应链的许多的零组件，它其实是共通。那这个有最好的一个方式，就是它拥有调度权。当他觉得获利比较高的 iPhone 在此时此刻因为缺料所困扰，他正好就可以调度从 iPad 里面共同的这个供应链相关的零组件，直接就挪移来制造现在比较需要的 iPhone。消息人士透露，苹果因为预期西方市场将走出疫情，对手机的需求将增强，因此把 iPhone 13生产列为优先事项。欧洲和美洲占苹果总营收的 66%， 当然也要冲一波。市场观察对台厂供应链影响，其实对他来讲，只是他的外壳到底是要组装变成一个 iPad， 还是要去组装一个库克认为获利比较高的 iPhone 而已。所以我觉得，对里面的供应商来讲，他是做一些调节，订单没有改变，他不会因为 iPad 的减少而这个产生他自己无法去做因应做调度，不会。好，其实真正的掌握权还是在苹果的手里啊。订单若是没有增加，恐怕很难反映在实质营收上。法人就认为 iPhone 是鸿海与和硕最大营收来源，占整体营收比重占超过50%，若能扩大 iPhone 出货量，对鸿海和和硕的业绩将有正面帮助。但消息面曝光，各界看法不一。三立新闻林淑贤、孟祥珍台北采访报道。